大家看，英国钢琴家布伦丹又让中共添堵了，他居然在伦敦火车站举出了中华民国国旗。他还解释说，因为中国不承认台湾，想侵占台湾，所以我就把中华民国的国旗在伦敦的火车站展示出来，希望中国不要生气。怎么能不生气呢？你布伦丹这样一搞，这国际社会上的敌人不越来越多了吗？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观看小河传媒的天下，我们下次节目见。